以现在的魂力，不仅压制不住，反而会被他的黑魂吞噬。他的武魂已经彻底变异为黑凤，体内充斥着黑暗与邪恶的极致之火，连神智都受到影响。恐怕将来会变成一名彻底的邪魂师。邪魂师，小野鹤，王东，剩下的。 就靠你们了，孩子们，你们已经做得足够好了。二十三之战，日月仙术一局，第二场他们一定会全力反扑，连小桃都受了他们暗算。你们还很年轻，未来还有无限的可能。老师，我们要战，我们不能浪费小桃姐的牺牲。好，无论最终胜负如何。 你们都是史莱克的骄傲，去吧，孩子们。因为人数不足，二二三之战，我们只能打两场。宇浩和王东这一战，既是决战，也是终战。